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这只鸟，让我爸跟我老弟给捡回来了。缓过劲儿来了，现在。嗯，它是连冻带饿呀，它心跳的厉害呀。主要是害怕。是冷的吧？不是害怕，应该是害怕。害怕。你看它张嘴，你看吗？一手张嘴，它饿了。它吃啥呀？吃点米儿呗。下面捂着点儿。它冷。给它点温暖呗，它的身上都热了。是吗？刚才是不是可冷了？嗯。幸好捡到了，没捡到它给冻死了。能吗？能。再给它买米粒去。把衣服穿上，萌萌。穿衣服。正好赶上大集了，下去逛一逛。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然后赶上了一个集，在这个镇里边逛一逛。从哪儿醒？是啥？妈妈，你吃这个不？啊？哎呀，这橘子瓣糖，妈妈小时候就吃这样的糖。都几块？这个都奇怪的，这个，这个，我吃过这个，老吃这个葱花的，带葱花的，是吗？就像它一样，还有山东牛奶的，还有炸薯条的，还有芝士牛肉的。妈妈，你小时候又吃过？好了。看看看看。看看那是棉做被的，不要整，不要整。梦阳，谁给你买个衣服呀？买迷彩服老酷了。这是啥果啊？这个多好吃。啥果啊？这叫啥嘞？啥玩意儿呀？这啥肉啊？驴肉。哎呀，这个冬瓜。哎呀，熟。没看出来。哎呀，那姐嘛，我还有呢，好多年的妹妹不认识，弟弟不认识了，多少年了？我在这儿都不知道啊。上家不去了，得回去。这孩子啥呀？这谁的孩子？我家孩子。二家的。嗯。哎呀妈呀，孩子都那么大了。这叫大姑。啊，大姑。这叫姑姥。那玩意儿。这姑姥。这姑姥也可严谨呢。那。上次说了，人说姑姥好了。昨天去的，这是新沙那么说。那你说你还上班吗？我上班。老爷领子，老爷领子吗？给你买。小胖，你还像小孩呢，三十来岁了都。走了，哎呀妈，长得真像小孩。那走了，那你坐这坐着下去，去啊。走了，哥。糖葫芦。各种阿里照，香水照。糖糊了，这糖都糊了，完了还买？给舅舅一个啊！不吃。买了买俩，就你俩吃。糖都糊了还买？给姥姥拿过来。别说那都不太好吃。